禁运大鼓呢，其实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小众。好、哦，刚才我也唱了一段京剧哈，《贵妃醉酒》。那希望给一些，就是说我们的前辈、爸爸妈妈或大哥大姐哈、哦，去欣赏，因为这些实在是很难得见到了哈、哦。那现在带来禁运大鼓呢，《丑末寅初》。在这个唱之前呢，我想要跟这个大哥大姐分享一下，大家都会念唐诗嘛哈、哦。等一下我念了唐诗，你们跟我一起念好不好？我先来示范一下哈、哦。哎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会不会念？若无闲事上心头，正是人间好时节。记起来了吗？等一下我一念唐诗的时候，就跟着我大声的念哈。还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把这首《丑末寅初》呢带动起来。那还有第二首哈，这个在末尾的时候，我唱完的时候。床前明月光，我找很简单，这没有奖品，这没有奖品，这我们大家一起念。我找特别简单的哈。床前明月光，只要借大家喉咙。下一个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哎，不要太兴奋，不要太兴奋，没奖，有没有准备奖品？啊，还有一个最后一段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我们在念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更大声一点，我看大家都已经有在带动了哈。我也是很回味，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做带动唱的，所以哈，这些都是非常简单，就大家耳熟能详的。那等一下我只要念到唐诗的时候，我有加进去，在这个金韵大鼓有时候是还蛮艰涩的，但是我轻松一下哈。好，现在我就来唱《禁运大鼓·丑末寅初》。去了回光。